今天是2018年11月8号，这里是307的女厕所，大家请看啊，这是女卫生间，307的女卫生间，请看啊，这是女卫生间。现在我们有丰台镇派出所的这警官，就这位警官啊，来参观女厕所，看着我怎么尿尿。这东西简直世界奇谈，这严重的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完了以后驳得我的那种。喊你呢？谁呀？早就喊我，他我上厕所要尿尿，他非得跟着我，要看着我尿。有的人不要脸，别抽他。别闹他，别闹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不要脸，我今天我。大姐。你大姐的。你不是我这上厕所呢。我说的，我说的，不是我你去你去。我。你太不要脸了，你太无耻了，你！我谁大姐？家属。别闹！我受国家法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还不行吗？大姐，那你说有你们警察这么干的吗？别提警察，提警察这面太大。警察太臭不要脸了，看人女的上厕所，你太不要脸了。大家看啊，你行行。307的医院大姐，别这样。请各位看，我告诉你这个事情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都来了，你给我面还不行？您照着我，您照着我。当然要照了，这个警察来执法。来啊，看见没有？行了，今儿他行行，大姐，不是，咱俩老熟人了吧？咱俩是不是老熟人了？你说有他这么干？老裴也这么大岁数了，对吧？行行，先等先弄回去。不是，你也不那行，我得照着这无耻的警察。那我就坐着，还有那个臭不要脸的。行了，这就是流氓警察，这就是流氓警察。我希望谢谢大家，各位全体人民。别弄他了呀！关注他啊！我接个电话都听不见。就是你说多不要脸呀！上女厕所，你说有这样的没有啊？行，真是的，你太臭不要脸了你！行，真是怎么人民警察就这个样子啊？你真不要脸，你太无耻了你！滚蛋！